开吗？这太原，太原是哪里呀、啊？那如果你是学生吗？耳朵怎么还能这么？因为这耳朵我给他施了魔法，我给他施了魔法。山西吗？我老师是山西晋城的，山西晋城。小屁孩一个，没事，谁还不是个400多个月的小屁孩了呢？我以为你说你是400多斤了，我还有点小心。肯定都是我叔叔，不只是你，还有我。直播间的都是我叔叔。大头哥你多大呀？大头哥你多大呀？你是多大呀？我比鸭子还小。屁，你比我小，你个老头子。糟老头子，坏得很，臭黑子哥。你个老，我02的。我04的，你比我大2岁，大头哥。还没一个，你比我大2岁，我是你20岁。02是20岁，我04是18岁，我快到19了，今年6月份就19了。你才30啊你，你个80多岁的糟老头子，三疯子哥。糟了头子，灭了你！我可是跆拳道黑段黑子，你不要惹我，不然给你棒棒两拳！哎呦，我手机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打手机的。哦，25了，哥们，拜拜，下班喽！啊，我摆摊了，没到位。我下班喽，兄弟们。明天见哦，快跟我说拜拜，你们都不跟我说拜拜，快跟我说拜拜，我要下班了，我要下班了，快跟我说拜拜，明天见。你把两只手举起来了，中了。很厉害的。啊。哦。来，看着，加。等会儿啊，看到没有？来，动，动，看到没有？他动了，动，再动一下，再动一下，再动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我会动啊！哎，900，隔壁应该要开吧？开，谢谢冷西哥的点赞，我得去上班喽。哎呀，我得去上班了，兄弟们，我们明天再唠好不好？明天谁不来唠嗑，我就打他。欢迎游客哥，哥们晚安，早点睡哦。不可以像我一样天天熬夜，不然的话以后鼻子会变长，嘴会变大，然后眼睛会变小，黑眼圈会这样凸出来。几点下班？11、12点吧。12点，你以为我们现在聊大学中？哎，什么上什么班？去捡破烂。拜拜。对呀、啊，如果巅峰留不住，那就进场包吃包住去拧螺丝。拧螺丝玩儿很厉害的。等我一会儿啊。看我今天播了好久了，今天播了5个小时。拜拜。晚安，我会想你们的哟，记得想我，拜拜。